亲自骑。对不起，我考虑了很久，还是决定要跟你告别。你知道吗？遇见你，真的好像一场梦，很幸福的梦。不好意思哦，帮无聊男子把马，不在员工的服务范围内。无聊男子，我啊？对啊，就是你。你这工读生什么态度啊？我工读生又怎样啦？你又是哪位？你是谁啊？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件事，我都会记得。不管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，我都会好好留在心里。我怕我自己不能守护你，会变成你的负担。也许分开一段时间对彼此都好，我们的世界真的太不一样了。出国念过书，家里又是开百货行的，我只是私立大学毕业，除了工作什么都不会。我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一切，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我一定会回来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一定都会变成更好的人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一定会变成更配得上你的人。等到了那一天，换我来守护你。关于京师百货前三季的实际获利，营业部已经统计了相关数字，较往年提高了15%。总经理，小的跟你明确简洁的报告一下，上个月美食街大幅度的改装之后，已经增加了150几个座位，消费者的反应都相当良好。为了方便家长照顾儿童，座椅增购了吗？报告总经理，下个月就会到货。子琪真的是脱胎换骨。董事长，我有点担心 Jason。担心什么呢？新人走了以后，他整个人就变了。也不跟女孩出去约会，也不跟朋友见面，整天就是工作工作。我担心再这样下去，他会把自己逼疯了。沈杏仁在巴黎过得好吗？他在进修企业管理，日子过得很充实。之前还每个月来一封 email， 现在渐渐少了。我想，也许变忙了，或者是有了新生活。天分，我想安稳。
怎么那么小气啊？从巴黎回来就带一个欧葵蹦给我。法国真的很漂亮，可是……这是什么？不管这些城市有多漂亮，没有你，我一点都不快乐。我们结婚吧。我们结婚了，跟秦子琪分开的这段时间，好像什么都变了，也好像什么都没变。很奇怪，虽然没有见面，我还是觉得我们靠得很近。原来他一直都在我心里，我决定留在他身边，再也不离开了，因为我很确定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爱我的人。沈杏仁离开了这些日子，好像发生了很多事，也好像什么都没发生。但是很奇怪，虽然隔着换日线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跟沈杏仁离得很远，因为他始终在我心里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只要两个人的心没有时差，距离就不是问题。秦子琪，你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，愿意承认接纳沈杏仁为你的妻子？我愿意。沈杏仁，你确信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，并愿意承认秦子琪为你的丈夫吗？我愿意。想念我记不住